诚邀姐妹们来观看白鹿和小助理赫赫的友谊，真的太生动了。女孩子双向奔赴，互相逗趣的日常，真的像极了我和我的怨种闺蜜。你不懂吗？我不懂。叠起来也没有觉得吃进去有感觉，饱腹感很强啊。有感觉。那么薄薄一片有什么好吃的呢？那你胃太大了。这个肥心的女人不给我拿手机，是我的，穿我的，用我的，有人给我拍，就让我接手，虽然我是这种待遇。没办法，要人家剪吗？要人家加字幕吗？哎，你说那么多话，人家哎，我就要说多一点，让他多加一点字幕。